主料：洋葱一个，干木耳2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食材：洋葱去皮，为了使切时不流泪，可事先放到冰箱保鲜层里放一会。将洋葱切成条状，洗干净备用。干木耳用温水泡发，泡发好的木耳撕成小朵，洗干净。热锅内放油，先放入木耳翻炒，再放入洋葱一起翻炒。等洋葱变软后，要入盐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很简单的家常菜，没什么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